那有了这些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去日本把马路易的 NWS 带回来咯。现在我们就在日本的新在桥这边，那我们现在要去福町酒店。OK， 好，走。到了，买到了。付钱耶、yeah， 买到了 NWS 马路易。OK， 现在要出飞机了，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入关证明可不可以用。来了，OK 啦，顺利通关。本集影片由 TBRN 矿值 BB 蛋合作播出，让对手完蛋就用 TBRN BB 蛋。说明栏以及置顶留言里面都有购买连结。本频道由宝岛阵地边境战场场地提供，有伞兵就开战，波斗半波半波波斗。哇，终于买到马路易 NWS。真相，日本带回来的果然是不一样的。光看这个箱子，它的质感就是感觉不一样。黑色的底层，再加上这个反光的 N4A1 的字样，果然是礼盒级的玩具墙。角落这个礼盒级 No.1 的标章，哇，这个质感。哇，提升了一个 level。现在我们就来把箱子打开。哇，呜呼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本体的 N4A1 这把箱之外呢，另外就是有配个弹夹。那这个小盒子里面附的就是准心的调整器，然后红色的安全头。那说明书它一样也有附上，说明书还有个把子跟说明书。这个说明书还有教如何归零以及怎么瞄准的。我记得日本的官网它是写有附风枪条啦，可是我这边看是没有。那后面它会写个弹书，就是依照实际商品确定这样子，所以它这个是没有附风枪条的。那我们现在来打开，拿出 NWS， 它这个魔鬼毡真的是又是提升一个。质感，大部分都是用束带，只有马路椅是用魔鬼毡的。啊，好香！我们先来拉看看，听它的声音。哦，哦，送，有听到吗？有听到吗？哦，送，呜，送啦！那我们就先来给它灌气，听一下。那个它的声音怎么样？听听看声音。哦，高潮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赞，赞，哦，赞，哈，枪支固定在后，释放，哦，释放就没有什么那种感觉了，嗯，释放就还好了，不会像直拉直上那种爽感。哟西，哦，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。这个小马科字，相信有许多玩家呢一定不陌生。那旁边的枪身的 USA 的这个科字，都比较偏向还原的部分。因为我这次买的是比较基本款的卡宾，所以它用的是一个很原始的这个塑
塑胶护木。那当然啊，我买马路鱼，我也是主要是它的心脏的部分。那它的护木我无所谓，因为毕竟后面我要改一些外观的话，鱼骨我会挑我自己真的比较想要。虽然这把枪它看起来很素，但它的后倾以及它可塑性会非常的大。因为日本枪呢，它的优点在于它的公差小，所以不管是在气化还是精准度，我相信都会有不错的表现。外观大致上就是这样，接下来我们讲一些比较简单的内构的部分。首先我们先把它做个上下分离的动作，就像刚刚说的那个日本枪，它的公差小的关系，所以第一次拆一定会非常的紧。大部分解大致上是长这样子。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主要零件，如果各位有需要素材的话，欢迎大家截图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外管跟护木，接下来是原厂的握把，再来是枪托跟托杆的部分，这个是弹夹的顶部，再来是枪机的两个画面。拉柄的部分是长这样，这个是火控的构造。 Pull up 的部分在上枪身里面，用齿轮来调整弹道的上下。为了买这个 NWS， 我又在日本买了三个弹夹，除了平常要使用或者是训练之外呢，当然就是要测试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直接去测试吧。不过是马路椅啊，五公尺这么集中啊，哦，日本工艺赞呢。十公尺有没有看到日本工艺？跟超集中的，超集中的。好的，这边一二三四五，我觉得是我的自己的手抖以及看不到目标的问题。OK， 十五公尺，一二三四五，差不多在这个位置。一开始我买这把 NWS 的时候，就打算不要改装，直接下场玩，享受这个啊原汁原味的日本工艺。直到它某个零件损耗之后，用维修的方式再去做改装。那这几天我跟 NWS 的相处下来呢，发现有几个缺点，像是我去极光上课的时候啊，发现它这个护弓，其实它90度，然后是金属材质的，所以握久的时候，这个手指在这个这边哦，会很容易去刮伤。那刚好那天有遇过拿过马路椅的朋友，他说可以把这个护弓去换掉。那后面打算为了手的舒适度，我还是会给它换，做一个改装。另外我平常使用的弹重呢是 0.32 克，那一开始我拿到的时候打出去弹道15公尺可能看不太出来，但是距离拉长到20公尺左右的时候呢，它的弹道就会明显的往下坠。我明明把 Hop 给它调到最后面的，它还是一样往下坠，飞不起来就是给你飞不起来。在买这把枪之前呢、我有特别去看马库沙凯的影片介绍啊，他用 0.2 克的 BB 弹做测试的时候，还是有那种升龙拳的轨迹。
所以那时候我想说这一把应该可以用到.32的弹奏，后面想想哇，好像真的是猴傻猴天真，所以我就把它拆下来，发现它 hold up 的压点呢其实是空心的。如果是空心的压点的话，会造成 BB 弹它的上旋的摩擦力，那 BB 弹的飞行轨迹呢就会像我刚刚讲的怎么样飞，就是飞不起来。所以我就改装枫叶的细胶80度下压点，那 NWS 的下压点呢其实就跟电枪的一模一样，所以它的下压点改装会非常的方便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改过下压点的弹道如何。这个是我们要拨置它的落弹点在这边，所以改压点的话对打中弹的朋友比较好调，比较好用。万一瞄头瞄头，因为它有点OK， 应该有拍到弹道了，后面是会飞起来一二，应该是两个在这边吧，应该是啊，两个在这边。经过以上测试 ，NWS 买回来就是要改装下压点。另外跟大家说，我玩生存游戏这么久以来，这把 NWS 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把瓦斯步枪。没错，是第一把瓦斯机枪。之前我在玩电枪的时候，就有人问说怎么不买一把瓦斯枪来玩呢？其实那时候我考虑过两家啦，一个是 GHK， 一个是马路易，这两家各有优缺点。但是想一想，毕竟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把瓦斯步枪，对我来说是真的需要慎重考虑。最后呢，我是这样回答我朋友的 ：GHK 的话，台湾哪里都买得到。但是如果我真的要买 NWS 的话，我一定会去日本买一支带回来。那时候我朋友听到我讲这句话之后，都觉得神经病，想不到我今天就从日本带回来这把 NWS， 爽啊！算是圆了我人生当中的一个梦想了吧。你有买马路易吗？又或者是说你打算买马路易呢？如果你有机会去日本的话，是不是也想要跟我一样带一只马路易回来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哦。老样子，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选择全部通知、按赞、分享。如果你有乐趣想要私我的话呢，可以追踪我的 IG 以及 FB。好，就这样，我是 Wag， 下见，拜拜。